当然啦，就加班的，今天还要我加班。哎，我接下来到放假前，我每天都要加班呢。我这样哦，一直工作，一直工作啊，没日没夜都没有加班费，跟老板 complain， 老板说我是草莓族，一个月也才领22K 而已呢，惨不惨？惨。不过我更惨。哦。22K 对不对？哦。你知道吗？我上个月被放了好多无薪假，哎呦，那个月的薪水只有这样。6K， 我惨不惨？好惨哦。不过也没有我惨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女朋友哦，她最近啊一直说我是一条乳蛇呢。蛇？嗯。不用怕，不用怕哦，不是真的蛇啦哦。他说我是 loser， 失败者。对啊，而且哦，就在上个礼拜，他就跟他公司的主管跑掉了。你说我惨不惨？哎呦，好惨，也没有我惨。你知道吧？我们每天加班熬夜，搞得我面黄肌瘦啊。30年了，我都没有交过男朋友。你最惨，谁能比我惨？最惨了，小绿姐姐，我看他们两个好像还蛮需要帮忙的，我们过去看他们的状况好了。好了好了，叔叔阿姨啊，哥哥姐姐，怎么了？你们哭得那么伤心，有需要帮忙吗？哎呀，不用帮忙啦，你没有看到哈，哥哥跟姐姐两个人正在难过吗？不要打扰我们。对，不要打扰。那不好意思，再请问一个问题哈，你们知道那个新经济列车在哪里吗？小朋友，哥哥姐姐都没有时间难过了，更没有时间管你那个什么。什么碰碰车？是新经济列车，来说一遍。新经济列车，好乖。动词哥哥啊，你看他们这样一直转圈圈，心情很苦闷，该不会也被那个车轮王诅咒了吧？对，一定是。对啊。叔叔阿姨，我告诉你们哦，如果你们帮我们找到那个新经济列车，你们的生活就不会像现在那么惨哦。就已经很惨了，还要听你一直碎碎念。你再碎碎念，我就打你小屁屁哦。哎呀，他们不懂啦，我们政府都不懂了，小屁孩怎么会懂？也是。每天为了那22K 加班熬夜工作，害得我啊都没有多的时间，还有多的心情做我最喜欢的什么？电视。没错，我们大学是热舞社的。我是社长。我是副社。哦。哎呦，那你们到底知不知道？赶快说！不知道，你再讲，我真的要往你的小屁屁打下去了！来，不能动手动脚啊！我把你拍下来，抛上 YouTube。呦呦呦！我说可爱的朋友们，你们怎么了？你是谁啊？生气可是会长皱纹的哟。他们在生气。来来来，有什么难题，尽管告诉石虎大师我，让我来帮你们想想办法。师傅大师，谢谢你，我是小绿，他是动词。这位先生啊，你也是时间很多啦，我们要上班啦，有业绩压力，很忙啦，没有时间跟你这样游手好闲啦。哦，这么有时间在这边 cosplay， 穿着雨衣出来到处跑，拜托，就只有你有时间可以跟小朋友玩了啦。对呀，先生，不好意思哈，如果有多的时间，拜托你管他们，不要管我们好吗？哎呦，不对哦，社长啊，怎么了？一定是那个打工族啦！哎呦，穿成这样好可爱哟！呦呦呦！我说这两位朋友们，你们不要看我这个样子，我可是新创产业的老板。我因为喜欢 dance， 还发展了手机跳舞游戏的 APP， 每天的营业额有好几亿，还资助许多偏乡小朋友去念书，让他们可以减轻生活的负担，发展自己的兴趣。我看你们都已经成年了，却还是过得这么的 unhappy， 每天为了三餐而忙碌，但却好像都赚不到几块钱，让师傅大师我看了好心疼啊。So sad。 你看他了。不要难过，
不要难过。哎，这个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调你的抖雷咪啦。我跟你说啦，你讲的那个新创公司的老板，我也有听说过啦。哦，人家报纸都说哦，他一秒钟可以赚几十万呢。人家哦，还用自己的休闲时间去学跳舞，最后拿到亚洲街舞冠军哦。哪像你啊，游手好闲的啊，把雨衣当装饰品在穿。如果你真的会跳舞，那怎么样？我们乐舞社跟你下战帖啊！等一下，社长，哎，怎么了？嗯，丢哦。他看起来好像是真的耶！哎呀，你害怕啦？啊！不要怕，拿出我们的青春，拿出我们的热血，来，音乐 ，Go！ 来，社长到！副社长 ，Go！ 副社长啊，副社长是副社长，副社长，副社长 ，Go！ 耶！投降输一半，我们投降。他投降。哎，那个十五大师啊，不好意思，好意思哦，我现在知道哈，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啦。再说，我们两个也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太惨了啦。我们工作的时间那么长，感觉寿命只剩下这么短，你说我们怎么可以不难过？你们年纪这么大了，这边这么多人，你们在这边，也太丢脸了吧？羞脸哦！哎，那十五大师啊，我问你一个专业的问题啊，你是不是人家所诟病的靠霸族？哦，说脏话哦！没有啦，靠霸的意思哦，其实是这样的啦啊。每日一字，靠爸靠爸，指的就是依靠爸爸所留下来的资金、财产、事业，自己啊不需要努力就可以开公司、创业赚大钱。没错，所以十五大师你呀，才有办法一边上班一边做你最喜欢的 dance 啦。来宾掌声鼓励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我并不是靠爸才创业的，其实啊，我原本跟你们一样，每天辛苦工作，但是赚来的钱跟我付出的劳力不成正比，根本没有时间练习我最爱的 dance。但是就在3年前，我搭上了一台绿城市新经济列车，认识了高度智慧化、自动化的工作方式，还有机会跟很多有创意的伙伴们一起创业，让我们的工作更有效率。不用一天到晚加班，还可以在下班时间继续跳我最喜欢的 danc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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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十五大师，那所以你是传说中驾驶新经济列车的勇者吗？That's right， 我所驾驶的正是代表着绿城市的新经济列车。刚才也是听到你们在找我，我才会赶过来这边帮助你们的。对啦，十五大师，你要赶快帮助我们，我们的小岛现在被那个可恶的车轮王占领了啦！他还把大家的资源财富抢光光，大家过得好不开心哦！什么？可恶的车轮王！那我要赶快来召唤我的绿城市新经济列车！召唤，召唤！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快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！双手！让我们一起用魔法咒语来召唤！一、二、三！
走向无敌新经济，快来自我超能力。哎，我念完了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要等十五大师，我们不可以先念了，再来一次再来一次，来一起来，走向无敌新经济，快来自我超能力，快来自我超能力。十五大师他说的是真的，就是那个好讨厌的车轮王，害我们的日子过得这么痛苦。对，原来是那个车轮王啊！十五大师，对不起，我们刚才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跟你搭上这个新经济列车，一起打败那可恶的车轮王呢？拜托 ，No problem。那我们赶快出发吧。石虎大师，那个熊霸还有神龙猴已经在新经济车站了，你先去找他们会合。我和小绿要去找最后一台新经济列车。邪恶的车轮王已经出现了，那我们一定要团结，一起打败他，让我们一起迎向更好、更棒的未来。没问题，你们两个要小心，等待你们的好消息。没问题，出发！出发！小绿姐姐，你看吧，我就说投过身就过，一下就找到第二台，第二台哦，太棒了！哎，不过我们现在赶快去找最后一台新经济列车，对，出发，出发，去哪找？